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人，今日翻到嚟咧，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个 Pokemon Master， 咁佢就送咗呢一个嘅6000石啦，咁啊系统异常补偿嘅，咁啊老实讲啦，只 game 好似系统异常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，咁但系送石咧好似就真系第一次啦，咁6000石咧可以20抽啦，咁啊当然啦。同大家講翻就係嚟緊咧會有乜嘢嘅精靈咧，小精靈咧，咁嚟緊咧就應該係會有呢一個嘅谷草葉啦，咁啊谷草葉應該係可以進化到大竹葵嘅，咁啊佢應該係會可以進化呢個月桂葉，跟住就係呢個大竹葵啦。咁啊，点解会咁讲呢？因为之前咧解包咧都已经有呢一个嘅排名啊，先后。咁啊，个排名系点呢？就系呢一个嘅小茂啦，啊，即系青绿啊，唔系小茂啊。咁啊，青绿同大比鸟，跟住就系耶浪银。咁之后咧就系呢一个嘅谷草叶，同埋呢一个嘅水懒懒嘅，系啦，水水濑啊。系啦，咁就咁嘅排名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期冇咩嘢想抽嘅，又或者都中咗狼人咯，咁啊等下期只谷草叶啦。话晒，其实不过老实讲，草咧同埋水咧，水系同草系咧，其实已经有噶咯。咁但系你话大比鸟咧，都仲系一只单一嘅五星强角啊，个属性嚟讲。咁所以大家注意翻呢样嘢。不过，玩呢隻 game 都係講有愛㗎啦，咁所以就自己睇返時間啦。咁我哋今日條片嚟到呢度，如果大家鍾意嘅畀返個 like 同埋訂返個 channel， 多謝大家觀看，拜拜。